几乎是快完成了，可以看到这一块啊，刚才放错了一个明度而已啊，就一个绿色的色彩，所以你看这个整个颜色就变黑掉了啊。那这个也不是太难救啊，我们常常会看到，各位看到的你们会有这种情形，就是用你的白色把它整块覆盖啊，因为白色的覆盖性很强，你把它覆盖完了以后呢。一段时间呢你再来处理啊，它就好了啊，这样就不会黑黑的啊。你们看起来我好像是故意画上去的啊，其实不是的啊，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啊，任何一块色彩当它干了以后，它其实是跟一块画布一样啊，并没有什么差别啊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聊啊，另外一个啊，这个鼻子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鼻子下面有个反光啊，你可以用开店 Yellow Deep 就是色彩比较浓一点的啊，然后你把它转圆圈，忘了把音乐关掉啊，啊有点吵啊，啊那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那这个白呢，我待会儿就会处理掉，所以我就不再多解释了，然后再来处理一下头发啊。OK， 我们下次再聊。